呀，这我觉得这特别真实。所以是有些话你不能当着孩子说，真是你得小心点，人孩子童言无忌呀。嗯，对，类似于麻薯，然后里面的话是一个草莓。嗯，这样，这个我也不喜欢吃麻薯，你不喜欢吃糯叽叽的东西，一番粗糯叽叽，听起来好奇怪，就我们好像在聊什么对的事情。